各位《中华新报》的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严鼎立中医师。我们今天来讲，中医的一些治疗方法，它的特色。中医是属于整体性的自然疗法，而不是症状性的疗法。当然有时候头痛啊，身体酸痛啊，胃痛不舒服，主痛让身体舒服是一个重要的手段。中医当然也可以透过针灸推拿，或者是加强服药，能有效的消除这些痛苦的症状。不过它还是最重要的整体性疗法，让我们能够保养100岁。那么如何让生命能够有效的保养100岁，我们要了解身体跟头脑之间的关系。头脑跟身体它是一种双向的调节，我们身体的肝心脾肺肾，我们的肢体，手脚，其实在大脑都有它的图像，有它的心智图像，等于是头脑是你身体的一个管控中心。它身体的状况透过脑干这边的神经核，孤立束核或者闭旁核，这边然后再上传到大脑，大脑反应的再向下束丘发布指令，透过调节自律神经、免疫系统、荷尔蒙来修正身体及慢性疾病的一些病理反应，让身体能够恢复正常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身体是最重要最好的医生，可以让我们休养生息，它可以来修补我们的身体。所以这个要做一个了解，身体跟大脑是双向一个地回，双向的主链感觉主链，它是一个互动方式。所以病毒感染以后，头脑会中枢神经系统会启发紧张，就我们中医所讲的太阳经症，然后高烧，免疫系统强度反应的时候，我们就认为是阳明经症，那这个时候有一个重要手段，就缓解它过度反应，防止它继续风暴，这个是一个避免对身体严重的损害的一些治疗手段。那恢复期我们就少阳经症，让副交感神经兴奋，肠胃蠕动正常，改善肠胃的一些病理现象，把那些废物清除掉，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疗法。所以我们要了解大脑跟身体之间的关系，身体的各种状况，我们大脑都会有立即性的反应。那么透过自律神经，透过免疫系统，透过荷尔蒙来调节，例如说，
副交感神经就会让你身体放松啊，哦，啊，它的异体神经是也有作用，一些放松的异体神经是它也会有一些作用，哦，啊，这些神经也可以进一步的调节血管，荷尔蒙也可以调节我们身体的渗透压，哦，啊。肾上腺的糖皮质固醇，它也会开始轻度的踩刹车，哦，不要让你持续的七天、十天的急性发炎、急性反应，哦，它会让你稍微慢性化，然后休养生息，再以十天、二十天、三十天，慢慢的修补恢复体力，哦，这个是一种。良性的解决病理方式，哦，解决病理方式，让身体的生理功能恢复正常的运作，哦，那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方式，无论你是急性病、慢性病，或者是你要保养100岁，每天我们。吃下的食物，它的饮食方式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你所有吃下的东西，有时候要解毒，哦，因为对身体的伤害有时候非常大，哦，所以它肝肾要解毒排毒，哦，或者是。我们饮食方式热量过多，变成葡萄糖，变成脂肪储存在腹部，而内脏脂肪太多会引起神经的发炎，或者是油脂的使用比例错误，身体会造成发炎反应，就是所谓的慢性低度发炎，或者是胰岛素阻抗的现象，所以我们。中医主张用旧石器时代采集所类的饮食方式，这是个人多年来的使用的心得。哦，无论我们讲意大利的地中海饮食，或者是德苏饮食，或者是 NMN 肌瘦饮食法，或者是生酮饮食，各种方式。我们都可以归纳到旧石器时代采集所类的饮食法，或者说原始人的饮食法。怎么说呢？我最主要立论还是从生物演化来说，因为非洲东非洲，它1000多万年前，它一直持续的火山爆发。那边形成一个3000公里的非洲大裂谷，哦，也变成一个高原，也变成一个非洲的高原。所以虽然是这次接近赤道，不过因为高度的关系，所以它的气候也非常好。不过它这个有一个问题，它的就是。非洲从森林变成草原化，这些猎人脸，这些接近现代的巴诺布亚猩猩或者是黑猩猩，哦，我们比较接近我们基因的族群，哦，它不得不从树上爬下来，进入草原，所以这600-700万年，慢慢的在。草原上生活，过着一种流浪的草原生活，然后在250万年前，或者是260万年前，因为有石器的使用，就进入了旧石器时代，慢慢的改善采集所类的方式，哦，以前的。
类人脸猩猩的生活，它每天的热量1800卡，可能足够一个猩猩它的需要的营养、需要的热量，所以他们都是独自生活，不能分享。哦，小孩子他母奶吃了一段时间，都要开始自己直接找食物，哦，自己找食物，所以变成一种独立性、各自独立性的饮食方式。而进入采集所类的方式，他每天所要的营养，所要的热量就增多了，可能有4700卡、5000-6000卡。这个时候就可以把这些营养来分享给他的儿女，好，慢慢的从40人的社群变成200-300人的社群，变成3000-4000人的族群，哦，互利共生，哦，过的一种采集所类的方式，慢慢的建立的乡村，嗯，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饮食法。为什么重要呢？因为6000-700万年前，类人脸的头脑可能在450公克上下，450cc 上下，慢慢的到足立人，啊，900公克到我们现代的智人，1400公克，所以这段的时间，这6000-700万年，从450cc 的脑容量增加到1400cc， 在生物演化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一些现象，表示当时的采的饮食方法是有效的。尤其260万年以来，这些采集所类的方式是有效的。那么到了12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，开始进入农耕社会，开始进入农耕社会，当然也有采集所类的原始人饮食法，有游牧民族，像犹太人、蒙古人、新疆现在的一些牧养的方式，也有游牧民族。那么农业社会慢慢的兴起，因为他每天的饮食的营养热量就又再度增加，增加12000卡，可以生养7-8个人，可以生养7-8个人，所以这里面是不同的。像猩猩，他每天采集的水果、树叶、蚱蜢、昆虫，足够他一个人的热量、卡路里。那么旧石器时代的饮食方式，它可以养2-3个小孩，3-4个小孩，2-3个小孩。到了新石器时代，它可以生养7-8个人，哦，7-8个人，哦，所以就变成有时间来做其他的生活条件的改善工作，哦，搭茅屋啊。整理食材啊，或者可以织布啊，用羊皮啊来保暖啊，慢慢的形成农村社会。不过这里面有一个问题，就是热量的问题。我们现在的饮食方式，太多的面包、吐司、馒头，太多的白米饭，蛋糕，热量的东西太多，变成过度肥胖，
过度肥胖，而且缺少运动，电脑化社会，工厂机器人的使用，慢慢的，它的活动力减少，除非你刻意的去运动，不过还是热量太多，各种饮料、高果糖饮料，它产生的热量还是太多，所以我们有需要了解采集所类的饮食方式，有需要恢复蔬菜多样性的饮食方式。我们可以参考非洲的马赛人、哈扎克人，都是高挑高挑瘦瘦的这种饮食方式。这是一个足的参考的，他不但身材高瘦，我们可以了解他的食材，一年可以有600多种食材的多样性，一种食用各种各样 的食材，非常普遍，而且大肠的益生菌非常多，这些大肠的益生菌如果移植在我们在现代社会人的大肠，它自然就会瘦下去，自然就会身材就会高挑，会消瘦，不会说造成过度的肥胖。这是一个可以了解的现象。当然，我们个人的细菌，大部分都是母亲传承给我们的，包括粒线体，包括肠子的益生菌，大部分都是母亲传承给我们的。不过我们还是要注意这种旧石器时代的饮食法，我们主张40%的生菜、蔬菜，因为我们大肠有100多兆的细菌，帮我们发酵这些食物，产生很好的短链的脂肪酸、维他命 K， 或者是有让我们建构良好的免疫系统，有良好的异体神经素，让我们精神上也会比较放松、比较安定。所以40%的生菜、蔬菜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大肠有很多细菌跟我们共生，它比较接近我们那个马的方式，哺乳类动物马的方式，跟牛养3-4个胃细菌的方式很类似，只是它位置不一样，所以我们要注重40%的生菜、蔬菜，尤其生菜一些芝麻叶、羽衣甘蓝、这些，或者是糯米，也是很好的方式。然后20%的水果，能够有机水果连皮来食用，因为水果皮有很多的植化素，生物类黄酮也好啊，或者是百里芦醇啊，木竹素啊，有很多数千种的植化素，那么水果里面也有很多矿物质，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。那么再搭配20%的坚果、豆类、海鲜、白肉，这些可以提供我们很好的蛋白质啊，有组性的维他命 A、D、E、K 啊，非常重要的一些矿物质，这个是非常重要。当然水果里面也有大量的维他命 C 啦，不过要减少热破坏，不要去热破坏它，那水果的维他命 C 或者是在钾啦，钾离子啦，对我们身体的生物化学代谢是非常重要的，所以我们要必须注重40%的生菜、蔬菜，
20% 或 30% 的水果提供我们大量的维他命 C， 因为我们从猩猩类人脸以来每天食用大量的水果，而我们的制造维他命 C 的那些基因已经关闭了，哦，可能是表观遗传因子把它甲基化关闭做维他命 C 的这些基因，所以每天食用大量天然的水果里面的维他命 C 是非常重要的，哦啊，搭配坚果豆类和各种脂溶性的维他命，哦，矿物质，哦，各种各样的营养是非常重要的，哦，然后再搭配 10% 的橄榄油啊、椰子油啊、肉梨油啊、鱼油里面的 DHA、EPA 啊，而要减少六号脂肪，哦，减少六号脂肪，因为六号脂肪搭配大量的淀粉会启动胰岛素，比较容易走向发炎反应。我们在现代的社会生活都比较缺少三号脂肪或九号脂肪，哦，所以我们还是可以尽量食用早摘或者是低道冷压的橄榄油，哦，或者是椰子油纯化掉的中纯化的椰子油，把硬脂酸去掉，保留叶桂酸、葵酸、辛酸这些中链短链的脂肪酸，对身体是非常好的，哦，或者是肉梨油，它也是饱和而稳定的一些脂肪酸，含有大量的 NMN，哦，它对基因的修复都非常好，哦，其他 10% 的酵素啊，或者是苹果刺啊，或者是啤酒酵母啊，或者是我们常用的一些好的常用的 Omega 酸或脂肪酸啊，就 DHA、EPA， 我们可以从海里面的红海藻萃取啊，哦，磷虾萃取啊，或者是沙丁鱼、哦，鲑鱼这些有效的萃取纯化杂质来使用，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一些食品，例如说有机的可可啊，哦，绿茶，哦，好的普洱茶。哦，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，对我们生命的改善，哦，延长我们的寿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。那么我今天就讲到这边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